你们知道 SMT 生产环境的要求吗？快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 SMT 生产车间。首先，我们先需要穿上防静电服。在进车间前，我们先进行防静电检测。当指示灯为绿灯时，说明检测合格。现在检测为合格，接着我们将经过风铃室进入 SMT 生产车间。您好，请站在反应区内。SMT 的生产环境要求是防尘防静电等，并且对温度和湿度也有相对较高的要求。通常来讲，环境的生产温度一般控制在25°C为最佳。工厂湿度对产品品质也有很大影响，湿度太高，元器件容易吸潮，同时焊膏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，容易造成焊接缺陷。湿度太低，空气干燥，容易产生静电，对静电敏感的元器件不利。所以工厂一般设定湿度在45%至65%的相对湿度。